特别是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向你哥透露半句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理你。除了流血牺牲，冲锋陷阵，我从来没有想到刑警的工作有时是要承担另外一种无形的压力，让人心酸，让人心痛。大英的决定我无法改变，只能在心里替哥哥说一声谢谢。你好，我是保护八号病房那个外伤的，有什么情况啊？你跟我说。这个证件照的还挺精神，不过照片照了不如你本人好看。真的？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是个护士。怎么，你们现在分手了？哎，她考医科大学了。我们总不能成为人家前进的负担，不是？你的心眼儿正好。我就喜欢护士工作，白衣天使。你太传统了，现在这称呼早就过时了。对，我是大正公司的宋保罗。怎么，你认识我？哦，报纸上刚看的。对对对对，那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不过我没那么勇敢。啊，对，是公安局的同志。确实让人感动啊。是，真是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救命之恩呢。嗯，哦。过奖了，过奖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公司啊，有两个货柜到海关了。我想知道，我们公司要提货都需要什么手续啊？哦。拿提货单就行了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中国海关的服务啊，真是越来越跟世界接轨了。我一定向你们钦差市领导好好讲一讲。啊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归海关总署，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去。我要交你这个朋友嘛，啊？好好好。谢谢谢谢，再见啊！药来了，你的药别忘记吃啊，给你放这儿了啊。谢谢。来量一下体温。嗯，把它加好了啊。没错。护士小姐，嗯，你们医院的保安情况怎么样？你是吓的吧？总觉得不安全。哎呀，你是没经历过呀。那简直就是地狱啊。你放心，护士站那儿有公安局的人守着呢。
车呢？哎，那什么，我们上报省厅立功受奖人名单，有什么想法没有？怎么报的？都有谁啊？你、老威和刘友善。都怎么报的？胡局意思啊，你是一等功，老威和刘友善二等功。哎，去年分房子，二等功算几分啊？二等功4分，一等功8分。你们去年给房子了？本来要分的，后来市里啊拨给检察院了。为什么呀？我问谁去啊？哎，小胡，你今天哪里不太对劲啊？你？是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大英，你看看。 哎，你这嘴怎么话这么红啊？你这是想当白骨精啊？对，我说哪儿不一样了啊？哎，是不是商店减价卖口红？我得告诉你嫂子一声。齐政委，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减价了呀？ 冬梅，哎呦，这也太那个了吧！这嘴怎么红得像刚吃了死孩子呀？冬梅，别这样说话啊！这么说话是客气，谁要想抢走我的男朋友，这算是客气。 冬梅，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事就不许来了。你拿钱给我，又帮我租房子，那人家过来说声谢谢也不成吗？哎，别急着走啊，我还有话没说完呢。正好齐政委也在，大英，你告诉他。
我们俩是什么关系？省得别人不明不白的钻空子。大英，大英，你停下，你说嘛，啊，大英，你说啊。齐政委，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？哦，关于立功的事儿。你转告胡局啊，我认为我们三个要立一样的功，一等功，三个都一样。李友山和老威表现的都比我好。赵大英，我真受不了你啊！你为什么不当面讲清楚？啊？哦，冬梅，冬梅，你别这样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现在还得谈工作，你又是工作，工作，你看。守着这么一个狐狸精在身边，有什么工作可做啊？冬梅，你都在骗我！哎，冬梅，你别这样说好不好？你听我听吧，就是骗我的。哎，齐政委，你别拉。冬梅，你何必这样闹呢？啊？我没有骗你，你是跟我相处过，那是你自己选择；你出国是跟我断了，也是你选择的；你从国外回来一贫如洗。我拿钱给你租房子，这并不说明我要继续跟你处朋友。我只是想在这个时候，应该帮你一把。可是你，大英，大英，你不要生我的气好吗？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做了很多好吃的等你回来吃。大英，你不能不给我机会呀！啊，大英，你不能不给我机会呀！喂，哪位？哎，我是小区物业的，啊，小区。正在改装各处的燃气系统，对对对，您今天家里必须要留个人啊。我现在很忙，改天吧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工作四天了。啊，整栋楼呢，只差您一户了。如果通不了煤气啊，许多家都不能做饭。那好吧，我马上回去。啊，那好，那好，谢谢哈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齐政委，我工作太忙太忙了，没有这个事。冬梅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不是，现在那个大英呢，因为现在工作情况就是，我也确实没时间，也挺忙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有事慢慢说，慢慢说。到时候你那冷，你冷静下来啊。就是大英和你呢，就是那个，你说看法不，咱们也不一样，你就冷静下来，到时候慢慢的说，是吧？好好再。哎，你好。我是来检查煤气表的。来，进来吧。你去那边看一下吧。大姐，你们家的煤气表有严重的问题。怎么会呢？我许多天都没有用了。大概就是你不太怎么用的原因吧，所以才没发现问题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啊，那肯定嘛，我们在一个小区嘛。不是。肯定是在小区以外的地方。啊，兴许啊，我有事去超市买东西。哦，那煤气表怎么办？啊，肯定要换，我们
有两个型号的产品，住户呢可以去挑。哦，在哪儿挑啊？哦，在顶层，我们有样品。顶层？顶层不是住宅吗？你呀，老也不回来住，现在改成办公室了。好吧，抓紧时间。哎，那好，走。慢慢说，哎，别闹，别闹，哎，我有电话，我有电话，等会儿我接电话。喂，喂，我一会儿给你打。哎呀，大英，别闹了，别闹，我这是单位。喂，这个家伙。大英，别闹，别闹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别闹，别闹。小姐。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这是工作单位，我没有时间顾及个人隐私，好不好？冬梅，你别吵，别吵。喂，华丰运输公司的李总吗？我是大众的宋保罗。哈哈，哎，你也知道了，没事儿，伤点皮肉，问题不大。等见面我再详细跟你说啊。啊，是有点事儿。明天我要从海关提两个货柜，想预定两台平板车，60吨的。跑长途，去趟石家庄。反正按实际发生的公路里程算嘛。你放心，就是不出青泰市，
我也按去石家庄的里程给你算，好不好？啊，万一超了，超多少我给你补多少嘛。就是，哎呀，我们大正跟你李总也不是头一次打交道，谁还信不住谁呀？啊，当然是来回趟了。现金支票都可以。那就明天上午9点准时在海关货场门口等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嗯，好，等我电话。这下弄明白了，这车再这么趴下去，就得大修了。答应啊，这次补有点肉。什么事儿？在鱼排上，我水性差了点，好几次想上，都没窜上去。哪里？要是没有你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那信号雷怎么能放到屋里去？全靠你。大英，小胡呢？一直没见着。刚才冬梅来闹了一次，红红就没见着了。也许生气了吧？哎，你打他手机？打了，他手机关机。不会吧？他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呢。也许是手机没电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刚才胡局来电话，说晚上请我们几个去吃饭。哎，也不知道这丫头跑哪儿去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，要想办法。如果赵大英和哥哥在，他们会怎么办呢？我要想办法活，想办法活。为什么会绑架我？是因为哥哥，还是赵大英？他把我藏在我住处的顶层，绝非一般的犯罪所为。看起来凶多吉少，难道我的生命就此会完结？我还有许许多多的日子没有开始。
来来来，徐副长，请请请请请请。哎，我是原声明星啊，今天这饭是许副市长出血，要谢冲他，要喝酒也冲他啊。<笑>一张嘴全是火药味儿，好像要把我灌趴下似的。<笑>这个声明一响啊，今天请各位吃饭是市领导设宴款待咱们青台市的各位英雄好汉，这个鄙人只是奉命作陪啊。哎，可不是三陪啊。<笑>哎，大英坐那儿干嘛？来来来。 裴市长坐，来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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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
道，晚不了。哎，你这妹妹啊，可不是一般人物啊，这顿饭不能少了她。少不了，她呀是阵阵都落不下的羊排风。哎呀，你看，这吃个饭也不让消停。请问胡局长吗？喂，是我。你妹妹在我手上。为了你们杀死的六个兄弟，六条命还一条还不行？哎，你谁呀？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怎么，你认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那让你妹妹跟你说。胡局长，你能听出是谁的声音吗？喂，胡局长，你能听出你妹妹的声音吗？你敢动我妹妹一根毫毛，我发誓不放过你！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我妹妹被绑架了。5月29日，星期二。有辆警车开进了小区，他们来找你。哼，我就不信他们能找到这儿。我听他们说，上次不也是你吗？怎么，又跟胡编剧闹意见了？敲门。接着敲，好了，别敲。你去把这栋楼的监控录像全都给我调出来。巧了，这栋楼的监控设备3天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全没影了。修理的人呢，说来也没到。你们物业不是带了一把钥匙吗？把门打开。回是回来了，我们俩都看见了，可是什么时候出去的还真没注意。回来的时候肯定看见了。嗯，
应该是回来了，也不是瞅得很清楚。哎，你说，别我一个人说呀。没错，应该是回来了。怎么说，是应该回来了呢？他眼睛比我好，我打小眼睛就散光，看人是双边的。他们走了。在哪儿见过呀？快说，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？让我想想，我想想，对，就在胡胡住的那个小区。当时我们查黄娟红的时候，查遍了所有的高档出租公寓。对，不错，就在呼呼的顶层，有个人承租。当时我们去查的时候没人在，我就问了在场的一个清洁工，当时回答我的就是这个人。他当时是这个小区的清洁工，没错，他们穿的是小区统一的服装，配合我们的那个物业，还跟他打了招呼，肯定是他们的人。马上带上照片去小区物业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你们想过没有，顶层房间的承租人
会不会就是他呢？他知道胡胡回来，或者是以小区物业的名义叫他回来，然后骗胡胡到顶层的房间。走，九山，开着你的车，不要开警灯。 如果这小子还在顶层，他会往下看。快走！别动，就这样啊。 朴东建，肯定是这个人。这个人住在哪儿？应该在宿舍吧，因为地方很小，所以他一个人住。马上带我们去。 这说明他好长时间不在这儿睡觉了。哎，他每天都上班吗？上啊，这栋楼的卫生就是他负责的，很准时，工作嘛也不错。这说明他在这栋楼里还有其他住处。 怎么会呢？不可能啊！别的不说了，我让你帮我找一下这栋楼顶层业主的联系办法。我回去给你们找。吕队，你负责联系房主，找他问清楚，他是委托哪家房屋租赁公司对外租的房子。 找到中介公司，看看是不是这个人租的房子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有没有朴东建大一点的照片？好像有，表抓栏里放了几张。好，带我去拿。哎，等等，你把这栋楼顶层的建筑平面图给我找来。 哎，小刁，嗯，你把人员悄悄的带起来，我在物业公司等你们。好。现在小区所有的值班人员都要集中，任何人不准离开小区。谁呀？小胡啊，我是物业公司的王经理啊。嗯。你好，小胡啊。来来来。 咱刚局的这个一个同志想进来聊点情况。嗯啊，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。嗯，有个事情呢，我们想请你协助我们调查一下啊，是这样。您看看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上面的签字是你签的吗？嗯，是我。那么这么说，这个房屋租赁的合同是你给办理的？嗯，是。有什么问题吗？ 是这样，老租这个房子这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哎呀，不太清楚了，都那么长时间了。如果说你见到这个人，你还想得起来吗？说不好，兴许吧。啊，我这有张照片，你看一看。 是他吗？嗯，是他，肯定是他来租的房子。
他来租这间房子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加了一些钱。没错，我想起来了，肯定是他。